白色城堡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王阳明，我问你一遍啊，你如果连刀都不敢下的话，你还当什么大夫？你现在就下救护车得了，你行还是不行？我能行。哎，别晃，镜头别晃。好，把切口撑开，对，往里探啊，找那根导线。哎，怎么突然黑了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车里灯坏了。哎，好了。对，那根白色的就是。对，拿剪刀剪断它。动作要果断啊。当前有电吗？放心啊，电不着你。动作要果断。怎么了？这是出什么事了啊？有没有人回个话呀？到底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了。没事。快捡啊！血压信息恢复了，师傅成功了，成了，陈厂长成成了吗？爷，成了。清创包扎。啊！啊！啊！
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失踪人员的失踪情况，请您立即赶往花园路十五号。马上就到。 陆大夫，哎，我不影响您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刚救了个病人，正兴奋呢。啊，那不打扰您兴奋。啊，没事，您什么事儿？啊，我就是来亲自感谢您一下，顺带呢咨询一下，这个我这两年肚子疼了几次。哟嘿，哎。 肚子疼了，好，不是好，您坐。具体是什么部位啊？就是这个部位。哦哦，我们呢去过几个医院，也找过几个医生，可是找不到原因啊。我认为是这些医生的技术不行，但是您跟他们不一样，您是有真本事的。 也不能这么说，这腹痛的这个误诊率是最高的啊，高达40%呢。为什么？您想啊，他这个部位的脏器最多呀，啊，很集中。你像，胃、小肠、结肠、脾、胰都在这附近啊，而且这个疼的性质呢也差不多，所以一般医生啊最怕碰到这种腹痛的患者。不是，那就是说很难找着原因了。哎。 我说的这不是一般医生吗？Nice，您啊就不是一般的医生，也不能这么说。这根电极导线的绝缘外层已经磨损了，当它感应到外界的一些干扰的时候，就会产生误判。 误以为是室颤、室速，开始产生误放电流，不停地电击患者的心脏。你知道这一剪刀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？你剪断了他的导线，他体内的 ICD 已经没用了。邹老师，那他需要更换 ICD？ 不光是要更换 ICD。 更难的是如何拔除被你剪断的导线。 ICD 的导线比起搏器的导线要更粗更硬，但也更容易和心脏和静脉产生粘连。这种情况下，想要拔除被你剪断的导线，难度很大呀。那现在要怎么办？先清创。 清创后，观察一下病人的情况，看病人的恢复的程度，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。医生，他现在。 目前脱离危险了，他不能死呀！你别激动，你没听清楚，我说目前脱离危险了，他没有死。医生，真的啊，他太不容易，每天从天不亮到天黑，来来回回100多公里，我们每天接20个单子、30个单子，他死活都要接50个单子。 顿顿吃的是咸菜，就馒头。上次在他老家，我给他爸妈盖大房子，说不能让村里人再瞧不起他呀。你说，他才22岁呀，这要是在苗岭，这该多惨！
你先坐下。哦，真想不到，胆儿挺大啊！换个人看别人下刀都能晕倒，你倒好，你在车上就敢下刀。 手术操作需要在无菌环境下进行，尤其是 ICD 的操作和植入，对无菌的要求更加严格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知道。当时患者血压一直往下掉，再不动手，人就没救了。谁让你捡的导线？我自己。 就你这脑子能想到捡导线，是陆毅让你怎么看的吧？哎呀，这家伙呀，人都走了，还让我给他擦屁股。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左老师，我是不是？ 做错了，你给他争取到了一次机会。检查结果出来了啊，您腹腔的其他脏器都没有什么问题啊，现在可以确诊呢，是因为胆结石引起的腹痛。啊，现在呢有两种治疗方式。 一呢是直接手术摘除胆囊，不要，我不手术。<笑>我想您肯定也不希望手术，那么还有就是保守治疗，吃药啊，我给您开些药，然后呢，您平时吃东西要注意清淡，好吧，按时服药。好。但保守治疗我要跟您说一下的是，它也有一定风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。 从这个 B 超上来看，它最大的一颗结石有8毫米，正好跟胆管的宽度差不多。万一它掉进胆管里堵上胆管，很可能引起急性胆管炎，也是有一定风险的。嗯，您要注意。没事，有陆大夫在，我这颗胆一定能保住。<笑>好，我们共同努力。<笑> 这个刀口，你切的？嗯。用的什么刀？急救箱里的手术刀。怎么剪断的导线？手术剪。为什么不等成功？当时情况太紧急了，来不及了。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？ 知道，知道还做。我是医生，我得救人。 干嘛呀？忙着呢。不是，哎，他们看见没？我。
看见什么呀？关主任。关主任怎么了？关主任夸我呢。夸你什么了？他夸奖我。那么大一声你没听见？你确定他这是夸你，不是什么别的消化不良？我当然确定啊。你不是我不理解这里面的深意。跟你说啊，从我进医院到现在，这是关主任对我最大的认可。这里面有夸奖，还有颂扬，好像还有点钦佩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就指着这个过了。王阳明，过来一下。李主任，问你几个事儿啊？你在救护车上怎么消的毒？我戴的无菌手套，对手术区域进行的清洁和消毒。口罩、帽子、无菌单通通没有啊？啊。一般医生都不会像你这么做，医院也不支持这样的做法。当时没那个条件。知道条件不允许你还这么做啊？你在学校是不是都学过呀？当时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，后续一旦发生感染，你会很麻烦的。我要不那么做，人就没了。你不需要跟我解释，啊，回去写一份详细的病程记录，打印出来，签上字交给我。窗户给我关上。说恢复的还不错，我们医院没烧饼，给你拿这个补补。你对我太好了。啊，王阳明医师。哎呀，是西的。不，救命恩人，救命恩人的名字，我要牢牢记住。没那么夸张，王强，光头强啊！我们本家。哎，还别说，这自己亲手救的人，还真有点石同挤出的意思。什么叫石同挤出啊？就是个成语，意思是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。占我便宜你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啊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很奇妙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个事想问你。嗯。那天救我，然后把厕所门给搞坏了，房东说，后来是一个女警察去找他赔的钱，那个女警察是什么情况？应该是你老乡报的警，那天多亏了他，帮我们破了门，还给我们开道。你刚才说，他去找房东赔钱？对，我房东讲的。正好出来歇五分钟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上次你劈那门是帮我救人，那钱不应该你来出，这个给你。你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我的？嗯，其实这就是个借口，我就是想来看看。嗯，这个理由可以接受。赶紧收起来吧，我们这儿有纪律。外卖小哥怎么样了？好，他现在脱离危险了，还在观察中。太好了，
那天你捡那个什么导线的时候挺帅的。啊，你叫我师傅闭嘴的时候也挺帅。在救护车上，我觉得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。警察也是。那天没有你，我也救不了他。要不然，加个微信。我去更衣室拿下电话。哦，那这个钱你拿着吧。让人家觉得贿赂警察。不是，这都不好意思。我等你啊。嗯。喂。不好意思，你快回来吧，我疼得不行了。怎么了？好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，我们用尽了各种抢救措施，也仅仅是暂时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。那他还有救吗？除非把除颤器从体内拔除，从对侧再做一遍。那就拔呀。他植入除颤器的时间太长，之前的导线和血管组织复位的非常死，加上患者自身生理解剖异常，手术风险极高，稍有不慎血管破裂，病人很快就会死。这个手术我们医院做不了吗？哎呀，做不了。据我所知，全国能做这种手术的少之又少。都有谁？不是，你现在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这个吧？啊？患者出现了并发症，在一定程度上跟你在救护车上的不当操作有关，知道吗？根据医院有关规定，从现在起，你被除名了。收拾好东西，今天就离开医院吧。怎么样，还是没办法？会诊了好几轮，光拔除导线就已经很难了，再加上解剖关系的异常。哥，他签过字了，这样即使以后有纠纷也有个交代。行啊，你够仁至义尽啊，你还要护他护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非等到有一天他捅出更大的娄子，你们俩一起被医院开除啊？你可是官老大，你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，你怎么会这样呢？他如果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懂装懂，这种人我绝对不会留。
他就是没想自己啊，他百分之百扑在病人身上，他想救人。他但凡有一点自己的心眼儿，不签这个字吗？没人质疑他的人品，就是太能闯祸了，是吧？严格来说，这次也不全是他的责任。那他也是违规操作。违规操作也是为了救人呢。为什么要有这样规定啊？就是提醒医生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，什么样的人救得了，什么样的人救不了。我们都当了多少年的医生了，我们当然很清楚，在每一个案例上自己能力是有限的，能救回来的病人也是有限的。可他不知道啊，他真的是百分之百认为自己可以救活所有的人，他把这个事情当成任务了。可是这个病人他百分之百的救不活。一直没讲，偶尔想一会儿。左老师说没几天了。哎，大医生，别灰心啊，好好干。等哪天我发达了，找你做我的私人保健医。醒了，哪儿不舒服啊？手有点麻，这是血氧监测，给你活动活动。手可千万不能出问题。为什么？万一以后胆子多了，提不动了。现在身体虚弱，再睡一会儿，好好休息。左老师，我听于副主任说，能给王强做手术的医生全国不超过五个。你都知道是谁吗？我知道的是三个，一个出国了，一个在广州，还有一个自己也生病了。但凡能找到其中任何一个人，关老大都不至于放弃这次机会。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。他目前的状况是不可逆的，如果不做手术，最多撑个三五天，也可能碎尸。那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，眼睁睁看着他。算了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来这儿干什么？看看路人。看到那个骑自行车穿黑西服的女孩了吗？
应该是个中介。自行车骑得很快，车后座还有儿童座椅。看样子是下班晚了，孩子还寄存在别人家，着急赶着去接孩子呢。哎，还有那个打电话的小伙子，一边打电话一边在堆着笑脸。电话那头啊，没准就是老板或者客户。如果谈得不顺利呢，兴许连工作都没有。我们看他们干什么？他们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和我，跟那个姑娘，还有那个小伙子是一样的。我们都干着一份平凡而艰辛的营生，唯一不同的，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生死。你刚当医生，还接受不了病人在你面前死去。我已经干了十几年了，我都数不清送走了多少患者。那你现在真的能轻松面对吗？面对死亡，没有一个人是能真的轻松的。但我们得熬过来啊！既然想要干这份工作，就要想办法说服自己，生和死都是这份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部分。你记着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可能救活每一个患者。可是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。是很难受，所以我们不能沉浸其中，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从这种情绪当中走出来。那要是出不来呢？那你就会承受巨大的痛苦，这种痛苦让你没有勇气面对下一个病人，甚至再也干不了这一行。接受现实吧，接受你无能为力的现实，不要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，也不要在意过去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。刘老师，谢谢您今天跟我说说这些，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做到，至少现在不行。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有情感在里面，因为我在意。如果能不在意，我也不会选这行了。谢谢您，我走了。心里不痛快呀？嗯，不痛快就说出来，说出来就痛快了。说，
我有一个病人，我救不了他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面前。这种感觉你懂吗？ 我懂。奶奶那会儿生病的时候，你正要考博，她不让告诉你。我们转了一家又一家医院，托人找了各种药，试了各种偏方，全家人都拼尽全力想要拉住她的手，可是怎么也拉不住。 就眼看着他一点一点的往下滑，就是那种感觉。面对自己的亲人，也都只能这样了。面对患者。 只要你尽力，就够了。但是我不甘心，我尽的力还是不够，应该有人做过类似的手术。燕都有三位。 So, Dr. Liu, do you mean I don't need any medicine at all? 他说，他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吗？啊，这个感冒啊，是自限性疾病啊，他完全可以自愈。翻译给他听啊。不用，我能听懂。啊，能听懂，啊，听懂就好啊。这是这样，就是。 回家多喝热水，一般7天就能缓解。所以说呢，你只要发烧不超过38.5度，完全就可以不用药。All right，OK，So you mean I can actually go now？ 够，可以，你可以够了啊。但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不要一感冒就来医院啊，自己在家休息3-4天，多喝水啊。如果中了再来。Oh, really？ 对，毕竟这医院那么多的病菌。 也不是什么好地方。Oh, got it. Thank you so much, Dr. Liu. You're the honest doctor I've ever seen. Thanks a lot. I appreciate it. Yeah. Have a nice day. What do you say? Okay, you can go. Okay. Bye. Bye. 我发现您看病有一个特点，啊。
啊？能不开药就不开药，能不开检查就不开检查。啊，那不然呢？反正和很多医生挺不一样的。是，能一样吗？来，咱下一个。没有下一个了。刚一点半，没活了。你也不一定非要在医院，有事儿我们给您打电话。这不合适吧？万一我这前脚走，这患者后脚就来了呢？咱们每位医生都是有定额的，不瞒您说，您连下个礼拜的活儿都干了。哦。再来患者，我们也不会往您这儿领的。这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那就是说，我可以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喽？是这样的。那我真走了？可以走了。那就这。路上小心。就真走了啊？好的。你慢走啊。靠什么？